看我这个模样啊，我这个戳哥，什么词儿的叫？言谈举止，一弹指，一挥间，你看我像一个干什么的？就您这个戳哥啊，嗯，我在这儿不好说。哪好说？北京火车站送您两个字的口语，站长，小偷。什么叫小偷啊？我知道你干什么的。小偷有长我这模样吗？啊，长这模样糟践。不是小偷，哦，还不如小偷呢。我是一个什么呀？戏子儿。戏子儿。嗯，我瞧你不像。那我像鸡子儿。什么叫鸡子儿啊？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唱戏儿的，戏儿曲工作者。戏儿曲。您呀，您把那个舌头捋直了说啊，捋直了。戏曲。对了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。你怎么了你？我这么有名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你要现形了怎么着你？你是干什么的这是？这生了是怎么着你是？你不认识我？我凭什么我认识你啊？我在京津上这么有名，你没听说过我？您那什么上？京津上，京津上，京是哪啊？北京，津，天津，上，上海呀！你怎么了，老宝贝儿？小宝贝儿，那叫京津沪，还京津上，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有所谓。京津沪谁呀？我。你最有名，当然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不是，您说您唱什么戏的？京津沪的京剧儿啊？您说什么？京剧儿啊，国粹呀、啊。咱要配的，咱就别唱了。京剧国粹，国粹。你呀、啊，我给你提个人吧。哦，提人都认识您了。对了，提谁呀、啊？小智子。我知道大痦子。小智子，什么叫大痦子呀？不是，什么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，于魁智啊，你于魁智，你看看，这准都不认识我吧？不是，拿我当于魁智了？哎，这不你说的于魁智吗？我不是于魁智。那你是？我给于魁智蹬三轮，这多少年了？你算算吧。哦，蹬三轮没多少年了，你算算吧。谁蹬三轮？你不是？你给于魁智蹬？你哦，我包车的。于魁智蹬我的三轮。于魁智，哦，你叫三轮？非得骑着我是不是？不是，就蹬你三轮。于魁智啊，有一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坐车运车，坐船运船，坐飞机运机。知道吗？逮什么运什么，他只能蹬三轮上下班。我有一三轮啊，蹬我的三轮，我们关系好着呢。那么大艺术家买不起三轮，蹬你的得。对了，对了。哎呦，哎，我也是唱戏的。哦，你们是同行合着。对了，最早啊，啊，北京城有一科边科班，您说清楚了，有一科边，什么词儿的叫？怎么？科班，对，科班。我还说什么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大国庆门弄死我？非得国庆弄死你？那么高兴我的？有一科班叫妇联城，哦，一共七科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识数吗？你嘴里说的跟手上比划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七科是这么比划，您说的这是九科的，这是九。你比划的九啊，这是七。手癌？哎，什么叫手癌呀？食指癌？没听说过。七科？我这手这么皮肤怎么？哎，办了七科。哎呦，喜连富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？你还是不识数知道吗？这是十科了，就办到七科。哦，后三科是没办，没往下办。哦，庆生平，其实呢，继续办下去了。哦，还是办，转入地下。哎，地下潜伏了。
哎呦，这国家还管是怎么着？又续了西科，这是徐照相机这是，是西科的，这是缺西，续了西科。哦，后续西科叫什么呀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哎呀，后续句广句词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哦，后续西科。对了，那您是后西科的？当然了。那您是哪个字儿？步子科。步子科，那您叫步群。那贵姓岳。谢谢。好，岳不群，熟悉我吗？讲京津上知道吗？不是京津上的事儿了，是青衣迷都知道。哦，岳不群就是你。岳不群就是我。那真年轻还。那当然了，我唱戏好着呢。您最早我是唱老生的。哦，您是唱老生的。对，老生就男同志啊。哎，哦，后来我改青衣了。哦哦，后来就改旦角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在男与女之间这个感觉我找的，哎呦喂，您是痛苦过。好极了。是，也就您找得着这感觉。那当然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座的男同志们，你们刮胡子是不是用的吉列风速三？刮胡刀啊？我不用了。什么风速我都不用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您用一回就彻底了。我唱的好极了。哎，是是，京津哦，京津上岳不群就是我。哦，您就是。不是，咱话说回来，您老说您有名儿，我也没听您唱过。不光你没听我唱过。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你们后台 N 多个演员都没听我唱过。我都没听过。那天我上你们后台去了啊，你们后台有一人臭不要脸。不，你这这这这，我跟他差点打起来。这这，什么叫有一个人臭不要脸啊？别动！哎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苍蝇飞了。苍蝇压根儿也打不着啊！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行吗？嗯，这甭废话，你这，你打我听不惯。什么叫后台有一个臭不要脸的呀？后台臭不要脸多的。你点名道姓说哪个？就那个最臭不要脸的。怎么说有最臭不要脸好几个呢？哪个说？就那个说出名字来。小刚。小刚啊？谁啊？大德。大德郭仔。还肥肠呢？你敢说出来吗？怎么了？你敢说出来吗？郭德纲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你？臭不要脸！我说的就是他。啊，你是有孩子不顾了。那天上你们后台来啊，他在那坐着呢，坐着不拿正眼瞧我。啊，不一定瞧得见你。来啦。哎呦，放不是来了。哎呦，干嘛这么放啊？你要干嘛？你要疯啊你？好意思说人家吗？听说你是唱戏的，嗯，哪天给我们唱一个？给我们唱一个？你长没模样，你看看。一换这样。唱一个啊！冲他这句话怎么样？我唱一回。您就近不就是唱戏吗？好啊，北京有一个长安大戏院，有没有？有，真有吗？梦呢？有有啊，我就在那儿唱戏。那好，那是戏窝子呀。找他们经理啊，找经理。经理你好，嗯，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叫岳不群，我是一个唱戏的啊，我要在你这儿唱戏啊。他一听这个害怕了，说说害怕什么？这位师傅。这位师傅胡子似的。那什么，我先做一个介绍。哦，经理介绍。我叫二中。哎啊，二中。二中。哦，我父姓令狐。哎，那叫令狐冲呢，叫还二中呢。你真会猜字儿，你是二中。他看见我害怕了。废话，你的师傅。你要在这儿唱戏啊？太好了，唱几天呢？啊，两天。哦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。我唱了两天。啊，定好了啊。嗯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刚到家，手机响了。
我来电话，有铃声啊。哦，您都听什么铃声啊？好听极了，是吗？你学学啊。哦，您学怎么听的？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等到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哎，我问问您，您说您这歌叫什么名字？一剪梅。您还是哎，跟书有出入，书里说的是刀。我一瞧啊，二中来电话了啊，你徒弟，这我得接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二中，干嘛呀？你什么师傅？您这礼拜就别唱了。怎么不让唱了、啊？我一看这个人生表，小鱼子要在这儿唱戏，定好了都。小鱼子要在那儿唱戏。哦，于魁智要在这儿唱，不是于魁智，不是小鱼子吗？配音王佩瑜，嗯，上海京剧院的女老生，唱的怎么样？好啊，屁。这跟唱有什么关系？屁，她是个女同志啊。他唱男同志，那怎么？我是个无所谓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咱什么都能唱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不露脸就躺下，不让我唱了，不让我唱，行？怎么着怎么着？我换个地方，那换个剧场就完了。哎，北京城有一个保利剧院，有没有？哎，有。您这蒙劲是不小，谁蒙啊？就是保利剧院，能保利啊！我要在那唱戏，找他们经理。我经理，我要在你这唱戏啊，唱三天。我加一天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唱三天啊！咱定好了啊！我这就回家，到家以后我就写海报。哎，您等会儿吧。您这么大腕儿，您搁下。自己回家自己写海报，生动。那人家剧场馆出海报，他写的不好。我自己写，写的生动，写的好。哦，那您文化肯定高啊，那是。当然了。你说这个怎么这模样？注意听啊，哎，听这句，我这么写的。啊。重要的通知。哎。这村里开会呢、啊，这。敬爱的、亲爱的、戏迷的朋友们，哎，您等会儿吧。戏迷的朋友们，你知道人家听不听啊？对的，还知道。敬爱的、亲爱的戏迷朋友们，哎，注意了，哎，这还是开会。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这都哪儿大个的？管着吗？岳不群，括号啊。你性别无所谓了啊，您把这括号抹了就完了，对，抹掉抹掉。哎，要在这儿唱戏，什么叫这儿啊？哪儿啊？保利啊，你写保利不好吗？那生动啊，生动啊。我是俗语这儿。对了，这儿啊，那儿还不会写啊？写拼音，呵儿呵儿，哎。您这是单一体系，这是要在这儿唱戏。哎呀，这儿岳不群的戏怎么样？唱的真是好极了。人这词水不水啊？生动。这什么生动啊？这唱的特别的好。阿呆，不会说别的。他啊，自小小戏。小戏现已成精，现已成名，按实话说出来，唱的真是好极了。咱说点别的行吗？无比的好，无比的好，唱的很生动。哎呀，底下有我的简介。哦，您简介还有？岳不群，生于1999年，啊、是哪年？您挑一日子，抹掉。人家海报就擦了，知道吗？不写了。哎哎，底下有日期。哦，写的上期的日子吧。五六天。括号、哎、二
单边。你看瞧，您这前后都不对写的。怎么不对？五六天后边还三天，您这五六天是两天。五六天，五六天是两天，什么两天？三天是五六日。我讨厌那个字儿。咦您还是放不下。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，哎好，括号啊三天。您等等您等您等等您等您写三天就完了，怎么还啊三天？有用啊？这有什么用啊？感叹呢、啊、你报你海报写感叹管什么用？大海报往那一贴啊，有一路过的路人甲往那一站，还路人甲念这个海报，岳不群的戏那唱的真是好极了。五六间括号啊三天啊三天，他念出来了啊。旁边有一个买菜的路过这儿，什么什么就啊三天，走过去一瞧，啊三天，有一骑自行车的一听啊什么什么啊三天，走过去一瞧啊三天，这就仨观众了。您这观众真算喊来的，啊三天有用啊，咱得等找观众。当然了，哎呦，底下有三出戏码。哦，您三天什么戏呀、啊？三天拿啊，头一天，头一天。最底下有那个票价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等，三天戏码没说呢，头一天什么戏啊？有必要吗？还废话，演出的剧目你得告诉大家，都过去了，别过去，你说说。行行，朋友说啊，五家坪，哎，您还说要酒呢？什么要酒？五家坡和五家坪呀，五家坡。哦，五家坡，哎，二一出呢，第二出，嗯，色狼探母，哎，这戏您来得了吗？这是真挑战啊，这是，找感觉吗？找什么感觉？色狼探母，四个色狼。哦，您不演这四个色狼是吗？怎么四郎？四郎杨四郎杨艳辉。哎呦，知道了，四郎探母。哎，底下有那个票价，知道吗？还一出呢，第三次，第三次，干嘛？我跟你聊，我跟你马呢？别对了，说说第三出戏码，不要触碰我，知道吗？你们提醒我都忘了。第三出啊。忘却了，您自己写啥了都能写忘了，不允许吗？您这玩意儿您也忒喇叭了。我问问您，您那个第三出的戏有什么字儿？或者我就记得有一什么、啊、什么套，哎，什么套套？就我问问您啊，您这戏几个字儿？仨。套是第几个字？第三个。您真敢挑战！这又怎么了？我什么戏呀、啊？这是啊？什么套吧？不是，你等等，我问你，这戏里有什么人物？你跟我说说。啊，有一个窦尔根。哎，窦尔根，蓝脸的窦尔根。蓝脸的窦尔敦，窦尔敦连环套，对，连环套，套不是套，对，连环套，哎对对，哎，三出戏码是底下有票价啊，哎，小您说，我订票价订多少钱？我咱先说说这王佩瑜多少钱？380。哎呦，这可不便宜，这还贵。哦，不是，对他来说不便宜。您订票价？嗯。您说我订多少钱？您征求我的意见。嗯。哎呀，我不是您什么脾气啊？嗯。我这么一说，您这么一听，嗯。您反正我听啊、嗯，您说啊，我觉得。咱们定的别太高了，嗯，也别太低了，嗯，20块钱一张票，完了呢，把这个座都拆了，换成沙发，
观众进来呢，往沙发上一坐，这端上茶，端上点心来，完了就配一个足疗师捏着脚，完了您在台上这儿唱戏，后边大屏幕能放阿凡达，我就不信卖不满。你疯了吗你？那我知道你卖多少钱，后来放阿凡达谁还看我呀？两边有没有人找你？不是20，多少钱？不论前后排啊，一律1000块。什么？1000块？不论前后排一律1000？当然了。哦，你比大德黑多了。他够黑吗？反正小黑胖子。大海报贴出去，各大网站、各大电视台、各大广播电台，全都是我的广告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戏迷，全都上北京来了。哎呦，全都来了，是吗？石家庄省知道吗？你别动我！石家庄省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都上北京来。您再说一遍，石家庄什么？你说呢？我说得着吗？您石家庄什么？是吧？什么叫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。石家庄是。对了，哎，石家庄是。好样的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哎，都上北京来了。怎么来这儿的吗？京石高速不行。这不，您等等。京石高速怎么就不行啊？啊，京石高速怎么就不行？我就问问你，不行，不行怎么行？你有病啊？你有药？不是，你说的京石，我说京石高速，你说不行，不行。拿步行走，那叫徒步，还不行？那徒步，你是不行，你以前行，不行。都上北京来，嗯，好家伙，武汉走着来，当然了，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，武汉是戏窝子，当然了，都上北京来，嗯，怎么来呀？坐火车。啊，对呀，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的太多了。哎呦呦，都上北京来了，是吗？火车站站长吓坏了，说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都干嘛去呀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，岳不群唱戏3天。我都是精神不太好的。火车站站长一听啊啊，3天呐，我也去。站长神经病呀，他也要来啊，都坐火车是坐不下呀。怎么弄去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什么主意？加节儿。火车怎么加节儿啊？以前那个火车，一列火车24节，现在48节。您等等吧，48。对了，那一个车头拉得动吗？后边弄一车头推呀。哎呀，那发2趟不好吗？那我知道。都不值呢，还值不到，我知不到，我人家随便发呀。哎呀，您可别随便说了，火车坐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飞机。我们大飞机，坐大飞机。哎呦呦呦，好家伙，飞机场人太多了，是吗？飞机场厂长一瞧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都要去干什么？飞机场厂长，那管开飞机吗？那个，那造飞机那是。飞长没有飞长的话，这最次的也得是什么呀？知道吗？驾驶员。行，机长，你甭管什么长，啊，反正他吓坏了。长要去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去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哎，什么岳不群唱戏？啊，3天。我也去、哎，去吧，嗯，都上北京来了。是，我这么跟您说啊，武汉3天。空了。哦，你比日本人厉害多了。都上北京来了，这是武汉是吗？上海啊，
就是户门。行户门不上海的吗？就是户人们，哎，也爱听戏啊。好家伙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北京来，坐火车，坐吧，坐火车，人太多了，怎么办？多花两趟。哎呀，多花两趟，但是还是坐不上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飞机。那飞机都坐得下？坐不下呀。飞机坐不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厂长说了，这个别厂长，机长说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坐不下，我也想去听岳不群唱戏，人家唱我也想去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想出一好主意，人家说飞一个，低了一个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，我这玩意儿怎么弄？这玩意儿省航线，省油。哦，省航线省油。对了，飞一个低了一个。对了，我问问您啊，您说谁先起的飞呀？底下那个吧。要是底下那个起的飞呀，这叫飞一个驮一个。我知道。我这老家哪儿的？反正是飞一个低了一个，哎，满天的上下铺这是，省航线了，这好家伙，全中国的大飞机都上北京来了，我往北京扎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，这都，我听了都新鲜，这词儿不新鲜，哎，对，堵机了，哎，全中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，哎呦，不，查那儿了，哎呀。哎呦，飞不动了！啊，对，飞机上那个电扇啊，直转，还电扇呢，飞不动啊！你知道飞机螺旋桨？甭管怎么回事，这反正都查那儿了，查那儿。开飞机那个生气了啊，过不去呀！飞行员，哎，把窗户摇下来啊！哎呦，跟那个还聊天呢，还聊呢，哥们儿啊，你能闹一把吗？对。说是飞机吗？这就是说了，你听说过飞机往回倒的吗？哪听说过飞机有堵机的吗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啊，凭什么？哎呦，凭什么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哎呀，我这上头还驮一个呢。行了，不一样吗？这俩人容易吗？嗯，不都是听戏吗？听岳不群唱戏。三天全掉来了，那这样吧，你找那个超人去，找超人给咱疏通一下这个交通，行不行？没听说过，别废话，弄走吧。哎呀，都上北京来了，是，上海戏迷朋友，火车坐不上，飞机坐不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大轮船。人家老家到底是哪儿啊？轮船，对，就是大轮船。哎，这好好的。哎，轮船的轮长吓坏了。轮长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船长宝贝儿，断字都不会断。船长吓坏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都要去干什么呀？人家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。我也去，我的美的，我也去。可是大轮船坐不上。哎呀，大轮船，人太多呀。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一家人呢，坐那个木筏子，太就是孙悟空那个啊，让上，哎，坐好了，往水里一扔啊，全家人站在上头，往北京划。对呀，小小竹排江中游嘛，边划呀还边嚷嚷呢，还嚷嚷啊，三天，三天到得了都不错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实在是坐不起这个木筏子，怎么办？啊，坐不起木筏子，你等等。人木筏子都坐不起，就别听戏了。爱好吗？穷矮这就是。对了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家里有大木盆，往水里一放，往那大木盆里头一蹦，弄俩擀面棍，唰这样啊！哎，往北京滑呀！哎呦，好家伙，这是上海，是山西，山西戏迷朋友太爱说了，哎，也不少。火车。坐不上，哎，都拉没了。飞机坐不上，大轮船，哎，那儿有轮船吗？不通，又差点说漏了。不通轮船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窜天猴，哎呀，窜天猴，对了，哦，绑炸药，
哎呦，朋友们，下回你要去某一个目的地的话啊，绑那个炸药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怎么着？不能绑多了，绑多了呢，容易崩过了。哦，绑少了，绑少了，崩不到。你像你，你就别绑。我就不听气去就完了，直接给你炸死了就。起不来呀，甭来这套。你都能坐飞机着呢吗？玩起来。飞机你都别上，你上飞机，你坐这头。飞机都歪歪着呢吗？您别废话了，好家伙，窜天猴往北京奔啊！瞧这美，这是咱们国内。嗯，简短结说，外国啊，日本。哦，提到日本了。好家伙的，哎呦呦，悉尼朋友太多了，也听听去啊，要听岳不群唱戏，大三天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火车啊。他通吗？不通。我都欠这句话说的。轮船嗯坐不上。哎呀，因为好多木盆呐。哎，难怪堵那儿呢。是是。哎呀，但凡有轮船，一个轮船就全跑了，全国人那可不堵轮了，堵轮了。哎呀，大飞机过不来是吗？咱这都堵着呢。就别凑热闹了。哎呀，根本就过不来。那怎么过来？怎么办？嗯，窜天猴啊，崩不到啊。那你管那个呢，绑了再说呗。绑多少也崩不到啊。你怎么了你？热气球。哎，全家人钻到热气球里头，一人背一个氧气罐，这还把憋死。哎，一松手，走你往北京飘。哎，这刚飘啊，对了，这控制不了方向，飘着飘着坏了，方向变了啊，就能刮南极去了。那也没办法呀，你这玩意儿不管人家了，我管得了吗？都上北京来了。哎呀，北京地方也不大，咱实话实说，是，可是怎么样，旅馆住满了，饭店住满了，酒店住满了，全都是人。哎呦，大街上人头攒动了。嚯嚯嚯，人太多了。是，这帮人没有带被子怎么办？白天多买报纸，到了晚上他盖，晚上盖报纸睡大街，冷啊，冷啊！我作为当事人，我得去瞧瞧他们，买点水啊，买点药啊，是不是去瞧瞧他们？你问问问问啊，姑，那大好多人呐、啊。哎呦，他们还聊天呢。是吗？大哥，大哥。你是哪儿来的？聊聊吧。嗯，西藏。嘿，那地方有听京剧的吗？有有。啊，什么都有。你呢？嗯嗯，新疆。俩人非得打起来。咱就是听岳不群，对不对？人家唱戏啊，三天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好，我太高兴了。是吗？我过去想跟他们聊天啊，低头一瞧。那有一老头哦，岁数挺大了，哦，花白的胡子，嗯，赶紧去问一问，聊个天儿呗。我说大爷，您是拉登？哎，哎呀，您这是在拉登出事以前的事了。当然了。哎呦，我说邓哥，邓哥，大爷，大爷，你不害怕不实吗？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嗯，小心点就行。我就会听你唱戏。哎呦，我说那您是怎么来的呀？啊，山西蹦来的。老脾气还是？您一直在山西待着了吗？是吗？嗯，啊，您直接蹦到北京吗？我蹦到河北了。哎啊！我装的少。哎呀，我是步行来的。哎，跟他们一块来。哎呀，我心里感动啊。是是是，我太感动了。嗯，赶紧找经理啊，争取啊早点开戏啊，提前。其实不行啊，啊，说是五六天嘛，哎，对不对？咱就五六天。是是是，简短结说，一直等到开戏的当天，嗯，离开戏还有四个钟头，底下全都坐满了，我提前都入场，座无虚席。哎呦，全都是人呐。嗯，离开戏还有三个多钟头啊，又来了500多位，来人了，要买票。哎呦，让人买票，买票，买票。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买票。哎呀，经理出来了，是没票了，没了。要想买票啊，也行，哎，咱只能啊站票了。哎，站票。对了，怎么站啊？这个剧场啊是有空隙的，哎，哪空着就站哪儿。哦，都站着听。对了，哎，这站票多少钱？1000。
不论前后排，一律1000块。这么黑呀！离开戏还有2个多钟头啊，又来了300多位，又来了。买票，买票，我们要听岳平唱戏，买票。经理出来了，没票了。实在是没票了，要想买票也行，怎么样？咱只能啊蹲票了。哎，什么叫蹲票啊？这个蹲哪儿？蹲哪儿啊？这怎么蹲？蹲哪儿？这个人呢都是上宽下窄。哦，这俩人往这一站，中间这儿还有地方，这人往这一蹲，挺好。蹲票，上宽下窄是吧？对了，这人往这一蹲，站着这位高兴了啊，太好了啊！这个茶杯有地方放了，哎，肉茶筋儿这是。嘿，您等，您等等，嗯，就这蹲着这个多少钱？1000呢？不论前后排，一律1000块呀、啊。离开戏还有1个多钟头，是又来了100多位，买票，买票，我们要听岳平唱戏，买票。经理哭着就出来了。好，几位啊，实在是没票了，要想买票咱也行，你还有主意，咱只能啊趴票了。哎，什么叫趴票？趴票，嗯，哪有地方就趴在哪儿，这怎么话说？由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趴到这个座位底下。哦，这椅子底下是空的。对了，哦，来到头一排，趴过来了，趴过来了。哎呀，坐着的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呢？怎么回事？我认识你。我认识。普星哥。哎，怎么看多了？怎么从这儿钻出来了？趴票。那什么，大哥，我买的是趴票。你买趴票不行吗？啊，我的脚放哪儿啊？没地儿放脚。您呢？您就放我脑袋上吧。啊，放我脑袋上。这你说的啊？哎呀，行。走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踩上了，受罪了。刚踩上，趴着的这位扒了脚脖子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先挪开一下，干嘛？我喊个好行吗？啊，喊个好。不是，这还没开戏呢，你喊什么好啊？是啊，不是，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。哎呀，哎呀，自杀了。哎呀，你真难受。好了，再瞧这位，好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又踩上了！哎呀，哎，这趴票多少钱？1000块呀、啊！这是受罪啊！1000，当然了，离开戏还有40多分钟啊！又来了24位，带着刀子来的啊！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剖腹自杀。哦，这日本的朋友赶到了。买票，买票！经理出来了啊！实在是没票了啊！要想买票啊！找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怎么了？也行，只能掉票了。哎，什么叫掉票？这个剧场上头有8个电扇，啊，一个电扇3个扇叶，3×8=24个人，正好啊。捆着电扇。对了，哎呦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绳子买回来给这24个人挨个就绑好了。哎，不，您等等吧。嗯，人家就这么吊着看，多少钱？1050。这怎么还多50啊？绳子钱呢？你们是一点儿不花呀？那当然了。哎呦，绑好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是，有16个人骂街了。怎么有骂街的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啊。哎，这什么话呀、啊？你琢磨，这个电扇呢，3个扇叶，1个冲前，2冲后啊。哎，那16个人看不见呢，他冲后头呢。我给他们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把电扇开开。哎，你可太缺德了你。慢点转，一挡。哎呦，不要快了，快了容易脚子一起。哎呀，容易脚死。哎呀，这，嘿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我高兴啊，赶紧化妆。穿越都弄好了，是头一出戏啊，那叫武家坡。哎呦，还想想武家坡，这是其中有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就这一句啊，响彻云霄，这特别好听，碰头好啊。当然了，就这句。当然了，我给你来一个原因重现吗？您啊，在这儿来一回，我唱一回吗？好啊，太好了，求之不得。您来，我们听听，现在就来啊，一定是不错呀、啊，不废话了啊，您来，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咱听听，我是这么唱的啊，肯定不错呀、啊，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哎呀，就这么一句，就听台底下，这个骂街呀、啊！这还不骂街呀、啊？骂着街就退票去了。对，这是你们不懂，不懂什么叫京剧，不懂什么叫艺术。哎呦，你还别说，真有24位没走，爱听掉那下不来了。